友们看一下现在来挖玉的人有多少。这个只是4公里的一个这3公里的营地。这个树啊上去就是3公里的营地，看这边人有多少。性质不咋样啊。嗯，不咋样。那行啊，新手第几天啊？5天了。啊？5天了。第5天。嗯，第四天。第4天。新手第4天。可以了，嗯。可以了。虽然一般般，但是你新手第4天可以了。大哥，你好多小伙伴在问啊，就上次拍你的视频出来嘛，好多小伙伴在问是不是你就是来度假的？不完全是度假啊。啊？不完全是度假啊，也算度假吧。也就算度假了。啊、哦。今天来第5天了，你感觉这里怎么样？我的鼻炎70年了。在这儿来，我鼻炎没犯过。嗯。我带这么大一包肉。嗯。我一片都没吃。嗯。鼻炎一点事没。嗯。我是湿热性的鼻炎。啊、嗯。在这儿空气干燥，好啊。嗯嗯。没得鼻炎了，不犯了。其实好多风湿，就是什么风湿啊，那些在这里也好呢。就是，我70年没当过药。几十年都没有断过的鼻炎药，然后在这边就没用过啊，没用过，那真是怪了。你说我在屋里光感冒，我天天在水里冻也没事。嗯，有点奇怪，到这还是当年要当年。你感觉身体就精神状态就是，精神状态比你来之前好一些吧？嗯，好，主要是锻炼了是吧？嗯嗯嗯嗯。就生活上有什么不习惯吗？哎呀，生活上，现在的生活再差。这比我们小的时候强。那这边的有没有感觉这里在这沙漠里面感觉生活特别特别不方便？没得啥很不方便。嗯，水你们提供他的。哎，帐篷你们帮忙搞弄。生活用品我们自己带着的。嗯，没得啥不方便。嗯，有好多人就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水。嗯，水的问题你们解决了，你看包括这几百人都有水吃了。那挺好的。哎，就是好多人觉得这边可能就是生活上也比较艰苦，你看再好的话还是比较艰苦。也不惨。第一个比人家都能坚持一两年，我们个男人哪能。说到我都不好意思。我们在这玩玩一天捡点鱼也就是意外收获。嗯，那我这几天也还可以。嗯，每天还能捡一点，虽然不是那么很好，还是可以。他们还说还要得。嗯，还是要得。还